和，心里欢乐，于是拥有健康的未来。当特别坏，你也看到了，辛苦主持人为什么还辛苦人家观众朋友呢？那他告诉我说，他还会上台里吹气球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，不相信你了。那么未来帅哥，你会吹气球吗？对，会。那这样，既然你不相信，咱们现场就对我来比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